6万元的工作哪里找呢？今天成功大学就业博览会，科技大厂包括了鸿海、台积电都积极抢人才。台积电最实际了，开出博士6万起薪，还可以分红哦。 就业博览会现场人潮满满满，想找工作换工作的民众多到数不清。科技大厂几乎全来设摊抢人，鸿海摊位前一字排开的平板，求职者就站在前面填履历。想进科技大厂，您得先学会用平板。相较于传统用纸笔这样子写，觉得怎么样？是比较快速一点，不过那个操控方式可以。在试一试。对。 为了抢人才，其美电则是寄出摸彩大放送，只要登记求职就能设飞镖摸奖品。但对求职者来说，最实际的还是薪水。台积电派出穿着无尘衣的员工在现场发传单，博士起薪6万，硕士起薪4万5，外加年终分红，吸引大批求职者上门。我们每一季都会参与分红，那全年哈。 有5次的分红，这场就业博览会提供大约1万1000个工作机会，不少企业都在现场就直接进行面试会谈，就是希望能够抢到好人才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您有能力，好工作不怕抢不到。东森新闻吴建义SNG小组台南报道。